来。给电子的，谢谢。好好好，不要着急啊，大家注意安全。谢谢啊，我感觉现场来了好多我们的自媒体啊，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机啊，还有我们后面的朋友啊，谢谢你们，今天非常开心，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我们石林啊，在这个这么清爽的夜晚啊，大街小巷都是点着火把，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我们火把节这么这么的这么这么的热闹，感觉还有就是城市的烟火气息也非常非常的强啊，真是感觉到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家人来参加火把节，因为特别接地气啊。什么走走走走走走，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啊，接下来还有我的罗兰要唱啊，大家再耐心等一等，接下来这首歌叫我要我们在一起，也送给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以及我们石林的所有的父老乡亲们，在不管在遇到任何困难或者是遇到幸福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身边的亲人，永远我要我们在一起，送给你们。